走。同学们在教室议论纷纷，闲言闲语，讲关于 Abra 和哆瑞咪。你们到底聊过了没啊？没看到哆瑞咪就很难过了吗？是婆婆妈妈，闭嘴啦！到底够了没？欺骗我，朋友间最重要的不就是信任吗？那天我失去最好的朋友，我最爱的人，你们相爱，我何必伤更深更深？怎么在哭？还不是因为你？难道是因为那件事情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有个好方法。你该不会……我决定要澄清这一切。可是这样你就要说出你的……难道要因为我让你跟朵瑞咪感情破裂吗？可是你这样真的就要告诉大家。OK 的，不用想太多。